今天顺势跑进来嘉义大学，从另外一边绕上去环潭路回去正德宫，如果没有十公里的话，再到姐妹亭凑十公里看看。摸鱼一下，好可爱哟、哦！这什么东东？哦，嘉义大学这么漂亮，要不要回来再考一次？考个硕士来念也不错哦。小狗狗，去跑，别偷懒。钓鱼的秘境，哇哦！啊，哦，热热等，会被关门的那个速度。下去钓鱼凸台的地方封起来了。以前根本也连围栏都没有。你已经走了八公里，耗时一小时十分十秒，最近一公里用时八分五十五秒。商鸟平台这一段围栏都坏掉了，但是路况还好，站板的状况都还 OK， 是旁边的围栏都好像烂掉了。你看这围栏都烂掉了。通这里摆一个，这个都走到这里来了，还在钓里叫，在山凹里面呢。你看这底下就是湖水，我来修水修出来，感觉好像要绕回来前面了，要多跑一公里两公里哦。我妈的运气啊，这条路在路地图上面好像没有哦，回去再铺上去请他画下，真的没有人来走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出口快到了吧？哦，原来。
原来是从这里。哈哈耶！哇，1923年。哇，历史很久嘞，半路还有一座古墓，会不会就是这位先生的？已经快到基福宫了，又要再跑一次，哈哈，特懂啊。